Miu 先前在首尔举办演唱会时，演艺圈好友金秀贤不仅到现场支持，还在台下跟粉丝们一起点歌。让网友们看到影片后都纷纷笑翻。事隔多日，金秀贤竟然也在给人 IG 晒出了当天在后台与 IU 的合照，引起热议。只见照片中两人摆出相同姿势，面带微笑的看向镜头，超可爱的画面让粉丝们纷纷被萌翻，直呼两个怎么看起来那么像小朋友，完全不敢相信他们都已经30代了。